你可以在后面是三个也可以，稍微摇一摇，让它晕一点就可以了。对。来，可以用小汤匙用哈，可以用自己的小汤匙用哈，它装满了哈，可以稍微摇一下哈。底下要搅拌的时候会没有那么好的搅拌，然后不好滑。对，全满全满。对，你如果要调颜色的话，两个颜色加起来就是15哈。
这边有这个颜色，你不要说不好意思。这个颜色做起来蛮漂亮的。好，来来，脚踏很重要，不要要赶快脚，你要赶快脚踏，你会失败的。谁赶快脚？相信我，你赶快自己踏，不然你会失败。一直浇水，一直浇水，往底下慢慢一直挖，一直挖，一定要从底下挖。加水很重要，因为它凝固的挺快的。对对，这个大姐的就成功了，她应该有脚脚开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加水以后记得哦，不然你会结块结块就失败了哦。哈，脚踏很重要了，脚踏很重要，从中间开始。那你也要赶快加了，你要一直加水的，它已经快结块了。对对对。从底下边挖边加水，你不要停顿，你不要停着说，让它搅了一下子再加水，可能会失败的哦。好，那你已经结块了，是结块了，结块了就好了。对的，要赶快直接把水加进去，然后从底下一直挖。加哦，可以了。
可以的，哎，就可以把它打平，才不会停下杆的时候突突的不好看哈。那贵宾，如果你们要跑的，就麻烦把汤匙啊，帮我丢到这个小垃圾桶里面哈。还没有，换哦。可以可以，那你可以把它弄平了，你是后来有的。对对对。就这一个哦，对对对，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也是我们研发部门有做过实验的哈，它是多少公克的粉，其实我所以是打平的粉，然后所以我刚刚就摇一摇，只要摇一摇平的，加水加起来就是凝固的时间就是15分钟，它就凝固了。可以可以，你也没有泡泡就可以把它弄平的了哈。好，哎，你看它跟你的泡泡就是要泡泡。起来都没有泡泡，有人的泡泡就会更多。没有没有失败，只是你下看的时候就像在地球旁边会这样子。都没泡泡。对呀、啊，你可以把它用干。又没有泡泡，没有泡泡。你讲的太厉害了，讲的太厉害了，太小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拿捏那个。可以可以，那你可以把它打平就可以了。第一，我们先来那边。